大家好，我是来自台南的慈幼工商的李凤凰，我非常幸运的可以报名到这个营队，我觉得非常的幸运啊。我起初会报名这个营队，是因为我对机器人非常的感兴趣，我也觉得说来到这个营队以后，我学习到的厂的知识，还有学习到怎么拼装机器人，还有一大堆跟磁力有关系的东西。你要这样子。那给你最印象深刻的，在这个两天里面，令我最觉得印象深刻的就是，这里的教授说的东西都是一些我没有学过新的东西。我平常就有在研习一些 C 加加和 Java， 可是这些教授说的都非常的好。OK 吗？好。